我们吃早餐就被骂，发假照片拿炸鸡说什么是早餐。对，我觉得他把上礼拜二的照片下午的照片拿来放在刚刚他们的脸书，说什么吃早餐，说我们吃早餐，说我们在早上就来吃炸鸡，真是很无聊。说我们早上就在吃炸鸡，就很幼稚。早上不能吃炸鸡哦？是可以，但是我们也没有这样做。对啊，对啊，重点我们有，我们是礼拜几吃的？礼拜二下。礼拜二下午。下午休息，休息时间。反正他们什么都可以造谣。对啊，吃炸鸡也可以造谣。他说我们今天早餐吃炸鸡，他拿之前我们这个在晚餐傍晚的时候吃的炸鸡的照片，说我们早上吃早餐吃炸鸡。今天去找。第一个早餐吃炸鸡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去找鸡骨头在哪里？对。没有，你六点谁要炸给你？谁要炸给你吃了？对啊。对啊。没有上班时间，有点。不是，你今天早上吃炸鸡也没什么了不起啊。正吃炸鸡哦。啊，只是说连这个都要造谣，都要黑一下。谁弄的、啊？黄杰啊，黄杰的黄杰啊，这个超帅帅，超无聊，超无聊的。去啊去啊，给他们。这个黄杰说，这种小地方也要说谎，没意义。无聊，这个非常无聊。习惯性的说谎，真的。不说谎好像是，不说谎很难过的感觉。对，今天他说民众党一大早超抢戏，都在地场吃炸鸡睡觉，只有黄国昌闪电龙的叭叭叭。拜托一下，看看这张照片，桌上的这些眉粉啊、芭乐啊、香蕉啊，甚至矿泉水，对，这都不是今天的东西，都不是今天啊，那不是今天早上，是礼拜二的事，而且不是早上，对，真的不是早，也不是早上，对，下就我觉得这个。就很无聊，好不好？就很无聊。无聊，第一个哈，吃炸鸡也没什么了不起。你不吃早餐嘛？爱吃什么吃什么。啊，第二个，就不是早餐吃炸鸡，要去黑人家民众党。对。或者说你要去怎么宣誓，还是问国成一个人？国昌兄，你们真的是很糟糕。你们早餐怎么可以吃炸鸡呢？早餐吃炸鸡，早餐吃炸鸡被黄杰骂了，好不好？早餐八十，这个是八百年前的事情。对，对，连这个都要说谎，这个都要扯，真的是北了，真的北了。黄杰、邱毅莹两个偷卡贼，黄杰、邱毅莹可耻偷卡贼。口说无凭，我们看一段影片，让证据来说话。黄杰在偷卡啦！徐信盈把卡抢回来，然后邱毅莹在偷卡，无耻的偷卡贼。我要告诉大家，为什么拿人家的卡？今天民进党口口声声说不可以举手投票，司法法制委员会我们的钟嘉宾招委还提了一个案子，以后不准举手投票。我告诉大家，罗志祥开两枪才要躲起来，连表决都不敢，马上就抽案子了。为什么？我告诉钟嘉宾，你的提案非常好，不要举手投票。但是两件事你们一定要做到，就不会有举手投票。第一个，你不要站主席台，你不要去想要瘫痪议事；第二个，你不要出黄杰跟邱莹这两个偷卡贼啊，两个偷卡贼把偷卡偷走了，请问怎么使用表决器啊？所以我提了修正动议，当民进党保证不偷卡，当民进党不攻主席台，不瘫痪议事，我们就来做一个决议，不要举手投票。钟嘉宾算有良心了、啊，在那一天呐、啊，赶快怎么样收回这个案子，不敢表决啊，丢脸呐、啊！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看到民进党就是个谎言暴力党，这个党啊，就是盗贼集团啊，出一个会咬人的吴秉睿，见人就咬，出一个会。左勾拳右勾拳的林淑芬，见人就右勾拳，你不要当立委啊，你去当拳击手啦。麦玉珍是我这三四个月看过在国会最温和的立法委员，讲话客客气气，温温柔柔。你在这边他要去劝架，你林淑芬冲下先推他两把，打他两把，
他回头拨你，你一起右勾拳都打过去，还在做影片，只剪今天麦玉珍回首的那个影片，你怎么不剪林淑芬推他的影片？钟嘉宾暴力攻击性骚陈金辉，郭国文打周万来，民进党整个民进党暴力说谎，这样的政党我只能说佩服了。